来关心家己市的消息。随着确诊数一直攀升，嘉义市政府为了维持市政的正常运作，第一线服务不打烊。但是第一线服务人员处于高度染疫的风险当中，市长洪炳辉特别向各第一线同仁对应的中央单位争取配发公费的快筛试剂，使同仁有染疫的症状时阵，也则是一路先行快筛，也避免服务提供的时阵再将疫情扩散到社区。随着疫情升温，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正在讨论接种第三剂疫苗以筛检替代隔离方案，并防止各项公共服务停止。不过，真侪第一线同仁拢在接受大量民众，每天拢在高感染的风险当中。市长免费呼吁中央，更要重视公费快筛试剂的取得，以保障各项基础服务。而目前快筛试剂贩卖能量不足，家用快筛试剂4月28号上路到现在，又搁门口时常排队，再加上第一线服务同仁为了提供服务，无法度到贩卖地点排队购买。同时也因为工作的因素，而面临感染的风险，呼吁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甲各部会应该配发公费快筛试剂，唔那是保护基层同仁的安全，也使避免疫情扩散。随着疫情逐渐升温，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正在讨论接种三剂疫苗以筛检来替代隔离方案，这目的是为了要防止各项公共服务停摆。我们看到许多第一线的同仁每天大量接触不特定的民众，同仁们没有选择出勤的对象，所以更应该给予适当的保护。譬如我们的警消出动，常在情况危急的时候，社工人员面对一个保护性的案件，也都需要做出立即的处遇。清洁队员更是常常将自己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中进行消毒的工作，他们也都在高染疫的风险当中，但是目前就是有最大的难题，快筛试剂就是买不到。所以我们呼吁中央更应该重视公费快筛试剂的取得啊，发配的时候是不是透过思考，透过各个部会配发的方式来保障各项基础公共服务，让他们不至于中断。同仁们没有选择出勤的对象或者任何的服务，所以我们更应该给予更适当的保障，请中央正视这个问题，纳入考量。而现在每天个案都在增加，今次卫生局呼吁民众，每一个人的自主防疫观念都要提升，并遵守规定，随时落实个人卫生，拱手不握手，多洗手，而且戴嘴罩，减少无必要的所动活动，避免出入人潮多的场所，也就是高感染场域，并主动配合各项防疫政策，共同对抗疫情。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